Ya sih.我叫李十一，今天呢我帶了一些我的新歌來送給大家啦。大家剛才覺得表現怎樣啊？唱了什麼你們你們知不知道是發生了什麼事啊？到底我來了哪裡啊？真的好害怕啊我現在。喂，是不是可以立刻說，不要算了。送給大家這首歌，我最近呢我跟了一個打鼓的人呢，他叫 KB，同埋一個彈 bass 嘅叫 CM， 我哋三個都姓李嘅，咁我哋組成咗一隊樂隊叫三李團啦。咁我哋就寫咗一首歌叫《食住花生》送俾大家。咁又揈到大家，好似中學嗰啲揾只標係咁照人嗰啲，係咁嘅，係咁嘅，唔好意思啊。反正大家都想 release the energy 噶啦，嚟啊，準備一二三。又話 CT 啲女好靚嘅，嗰啲聲唔應該係咁嘅喎，啲仔仔唔係好正嘅咩？再嚟啊，俾個聽到垂涎欲滴嘅聲嚟聽下，一二三。我哋究竟今日喺度做乜嘢噶？哇！唔掂啊，唔掂啊！啊，好嗱，系咁嘅，大家同我一齐唱下。花生要派通街
Thank you. City 的合唱團回去練習多一點，你要練那個 Core 我這個要怎麼用啊，跟住呢下來呢我們就認真一點了，因為始終這裡是大學地方，那就在我讀書嘛，大家還有很多文青啦，我看到在場到冇人認嘅，直頭咩事？多謝曬。嚟緊有套戲叫做《29+1》，有冇人知29+1係咩啊？30啊，冇錯，你哋果然係可以讀到大學嘅人啊！因為我數學咧喺成個中學嘅歷程係未試過有一次合格嘅，所以我係升唔到大學。另一套戲叫29+1，咁亦都係我哋去做配樂噶啦。入面有首歌嚟緊，你哋好快會聽到我同鄭欣宜嘅版本。呢首歌叫《Fake a Smile》，送俾大家。Thank you.